战场团吗？一级肯定学 E 了，我觉得一级学 Q 上太 low 了，一级还是学 E。 然后峡谷制造者看一下啊，峡谷制造者下了300点血。不要和恶魔讨价还价，尤其是当你想控制他时。我不敢去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征服者配峡谷制造者可以吗？一个声音在阴影中低语，但很少人能听。没拉到，可惜啊，没拉到。向着阴影轻声诉说的秘密。峡谷没有日影，试一下嘛，是吧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。峡谷制造者配什么比较屌？但是会有点脆感觉。尝试一下。我生在贵族之家，而我成了一名战士。峡谷制造者也是可以的。加了250滴血。命运不休，如常人般一宿。进草吧。被人遗忘就是最安全的下场。挺猥琐啊，小子。太容易被遗忘。挺贱啊。不会容忍任何干涉。挺骚啊，小子。对付的敌人少了一个。喜欢搞偷袭是吧，小子？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赶紧升个2级，把兵线推了，不然的话亏了。亏了，回家的话，眼泪感觉一定要做了。眼泪来一个。都有选择，哪怕是真相的毁坏。眼泪不做吗？眼泪肯定要做吧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带征服者也可以出肉的。你觉得呢？带征服者其实也能出肉，因为不灭之波打这种肉厉害啊。打这种战士的话，带征服者更屌一点。有一说一，你觉得呢？电梯。坏了。电起来，他们还叫我瘸子。拉，没拉到，可惜。再电，好，看样子这个瑞文玩的不错，看样子他人恐惧拉 A 电 A A A 拉 A 电拉，对吧？不要怕。好，饼干来一口，电拉，权衡之后电，好，别急，还不走是吧？喜欢极限操作是吧？电还不走是吧？喜欢装备。炮车吃不吃？减速，风走位难不难受？瑞文还挺灵活的，有一说一，感觉这瑞文玩的不错，应该是有白金水平。有人说黑暗会与他们对视，回家一下。征服者。救不了，峡谷制造者来一个，出肉吧，出肉吧，出肉也行吧。
哎，出肉也不行啊。带不灭之握出，带不灭之握出肉可以打得动，不带不灭之握带征服者打不动。你别给瑞文投啊，兄弟。诺克萨斯人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该干什么。我征服者能配那个日炎吗？征服者应该配不了吧？哎呀，带不灭之握吧，就跟狗熊一样。狗熊的话打一些也是这么带的。屁啊！我的话语比我心扎的拉。屁啊！再 A， 再 B， 征服者出发 A 拉，好不急，对吧？给你跑，我反正压制你就行了。少数人为多数人，对吧？控线就行了。你怎么补刀 ？B， 能抓手 ，A 你，对吧？你来来来来来打我来，我一打二的，随意随随便便。变，哎，拉，再变，嗯、哎，越塔，再不走了吗？越你塔，小子。好，喝药。变，变，对吧？直接炸，就是死。他急了，吃塔皮，急急。别知道了一点，啊，溜了。所有血迹，回家一下。征服者上面不写，不写。日炎，然后先出护甲，草鞋，要卖掉。再来个护甲，这把的话高低要买个反甲啥的，反甲其实也感觉也不用啊。嗯，还带不灭之握吧，这么出的话还带不灭之握啊。嗯，峡谷制造者算了吧。征服的冰杖的话有护甲吗？冰杖没有护甲，那护甲多买了，多买了个护甲。鞋的话这把想出个水银鞋，这把拉，变，变，不用怕的，好吧，他打你一套别怕啊，他要秒我这一波，有想法了，守卫很像，难不难受？听到他们在喊，接下来就不一样了啊！接下来他打不过了。这样的阴影未免太过轻率了。插个眼。直接推。感觉征服者单挑很强啊。确定吗，小子？守卫。吸拉点燃。王子来了，没办法，耐操血吧，耐操血，耐操血。然后日炎的话，魔抗来一个。你的原石空洞不入，还好也不亏。蓝枪来了，蓝枪，二杠一的蓝枪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杀。不用谢。
哎呀，他人呢？蓝枪被杀了。版图的轮廓。那给他两个头，玩个勾八呀，兄弟，龙刀手，电疗，A 你 ，A 你，电疗，点燃 A 你 ，A 你，死了你！我操，我他妈吃出肉都怕你了，对吧？电疗。他握着他们垂死的手，知道自己可以不用毒火。好，我的心里早就恶鬼。日炎的话1350，吃个塔皮。直接推，他小看我了，他以为我没伤害了。好，在他的意识里面，我觉得他觉得我乌鸦没有输出的。啊，他错了，我现在有红 buff 了。是我看到的东西。再吃塔皮。是我看不见。能电塔吗？啊，电不了。我现在可以贴脸输出了，完全不怕他了。拉。电池。驾驭信仰之力。电。浪了，好，浪了。哎，我这个大啥时候炸好啊？我如果不炸的话，他还跑了。我操！我得炸早一点。第二件买个冰杖吧。守一下，守一下，守一下。别吃鸡了，兄弟，吃什么鸡？嗯。我大招能炸几次？我能炸好几次吗？我早已习惯。有堡垒中，积蓄无限充能，只能炸一次啊？不应该吧？能炸一万次，炸一万次太多了。直接说炸一次，还不走啊，小哥？变。好。就站鲁的，他看不过我的。正在收集，应该在塔下，应该在塔下。他们畏惧着我，我觉得都应该为此感到。他补了66刀，我都补105刀了，压他一倍的补刀，是塔皮。嗯。交闪了，冰杖来一个，这么嚣张呀！我靠，吓我一跳！我靠，闪现送头，还带不灭好，别还带不灭好。征服者不行，感觉征服者不太行。456，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他已经打不够了，接下来我就上路就站鲁了，跟他站鲁他也是鲁不够吧，好吗？攒了18层了啊，你们能攒多少层？这是我最轻微的罪孽。来站鲁来。电疗，龙刀手，好，两个都得死。
哎呀，这两个人还想打我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电死你了！电死你了！勒死你！电死你！拉死你！电死你！我！电死你！我！不行啊，兄弟们！伤害差一点点啊，伤害差一点点。嗯，看呀，劫优势有大，他必死，死了。W E 没中过，他灵活呀。这个瑞文的话，他如果中了我的 E 技能，说明他很菜啊。我的 E 他 E 技能一下就躲了，说明这个上单会玩儿，上单会玩儿，打给我打成四杠七，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比他更会玩儿。耶！红装手，七星大法，直接炸了，有头拿就直接炸了，好吧？哎呀！从军队的阵型上，你就能知道战斗的结果。来，不要慌。上路推个塔吧，把这个塔给他推了吧，推塔，推塔。我们的冰杖挺便宜的呀，我来了。算了，我溜了啊，人有点多，等队友先上，我们二次进场，红着手，电，队友呢？一中了要拉吗？不行，我一中了要拖拽一下才能有魂血，不拖拽没有魂血的。好，面具来一个，别急，等一下我会无敌的，不要慌，等一下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无敌。冰杖来了，但是中单打我有点痛，拉，对，七星大法。你他妈想跑，减速拉变，漂亮，看到没有，伤害一点不低啊，三十层了，三十层了，该炸还是得炸的，炸完之后伤害应该差不多吧，看一下，永远的伤口依旧作痛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没大还是别浪了，有大还浪，有大可以浪一下，没大浪不了。面具两千六，闭吧。我看到的越多，再两秒，哎呦，变，拉，变，减速，变，点燃，变。拉扯电装什么逼，讲道理，电拉扯电减速再电吸星大法龙卷风
看到我的吸血没有？你看看，太恐怖了，面具来了。征服者吸了700多，哎呀，征服者也不错呀，感觉征服者也可以啊，还行。嗯，看到呀，现在无敌了，现在我就无敌了，现在就1打5了。下一件买一个，大天使或者凛冬。这两个装备不知道出哪个，我减速的话其实买个凛冬其实也可以，感觉减速无敌了，凛冬。先拉扯电流，不怕了，我都无敌了，现在电你跳舞给你跳跳舞，现在我电死了，电电等他们队友全来，漫天飞雨，看好了，我准备1打5了啊！来勾引一下，亮个狗牌。好，注意我的细节，请注意我的细节。也许该晋升了。注意我的细节，拉扯。吸星大法，死不掉呀，天哪嘞，真的死不掉，兄弟们，可以，有点好玩，有点好玩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不死了，不死，一次不死。下一件出个凛冬2700，这个2600，死不掉了。我出这个吧，吸血吧，吸死这个。我们正处于战争年代，死不掉了。我现在已经死不掉了。那请问一点，我们是带征服者呢，还是带那个不灭呢？不灭打对线厉害，但是征服者打团厉害，讲道理，很纠结啊。瑞文干下来，封走位。求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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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塔，推塔。装备还不错的，我伤害不低了，我伤害一点不低，没用，电击，拉，电，减速，电，回家。这两件的话。这两件的话出哪一个呢？60电法枪，出这个吧，面具出这个吧，然后最后一件出一个，最后一件出个绿甲吧，对吧，回口血，对吧，出个绿甲增加魔抗，出凛冬干嘛，我现在可以浪了，我现在完全可以去对面也去浪了。
完全可以对对面野区，我现在在对面野区可以横着走，龙爪手，炸，拉，炸，吸星大法，电拉扯，再电减速，不用怕，再电。死不掉，死了死了死了 ，Triple Kill， 还行，一换三，吸了400点血。凛冬的话，远程没有盾，刚才有谁有什么？看一下。近战的话是，仅近战使用，得亏没有出凛冬啊，出了凛冬要被笑死了。他这个只能近战用，远程用不了的，兄弟们。差一点上当，差一点上当，差一点。来个这个，征服者吸了1000，这个吸了1800，打了1800，还可以啊。我觉得这套装备还不错，讲道理。他们觉得自己赢了，定身可以有。看一下啊，减速哦，定身，或者定身啊、哦，或者定身。好、嗯，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。我懂了。我来了，小弟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瑞文已经拿捏了，电疗减速，空走位，干他干他干他！反击。两枪喷死，交给我。算了吧，别浪了，也别虐拳了，也没啥意义。稳一点，龙招手，炸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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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，吸。没事，我肉的一边。漫天飞雨。哎呀，闪现 A， 绿甲的话1650，倒不错呀。1600。2800还不好，1680，然后2800900，行，还可以。我操，想进洞，推塔推塔推塔，大天使，他这个不需要 E 到人，他就可以吸到吗？出脸冬也可以的，懂吗？我现在加了732的法强啊，那个生命值加了700多。你看我血量，我如果出脸冬的话，我能达到5000滴血，5000-6000滴血，非常恐怖啊！走，我现在血量很高，阿姐，更加强大，我看一下能不能，有人说换个冰霜之心。可以，黑的，冰心完全可以，浪一下浪一下，完全可以了，电击，电击，
什么叫一打五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一打五。推塔电击，推塔电击，七星大法电流没用，不掉血炸炸，死不掉兄弟，瞧我五杀兄弟过分了。嗯。